爸都要问。好啦，等下哦，那才来遐吃老爸。妈妈妈，啊，不，来等等啊，啊，煮煮碗来煮煮煮娃娃吃。妈呢啦，不是同款。妈呢个？哎呦！扶他上车，快！小姐，有急诊病人，麻烦到门口接人。先到外面柜台办手续啊。帮我一下，来，啊，不好不好，跟来了，来等他，来等他，宝宝你更好，更好，跟来。冲到肾脏科，赶快写肾。你是谁啊？怎么可以乱来呢？怎么回事啊？他可能是 electrolyte imbalance and anemia， 你 check 他的 BUN and creatinine。Uremia case， 再迟就来不及了，我们就准备了。先做 EKG， 再通知肾脏科送 HD 入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急诊也应该先办手续啊。这位老太太再不急救就很危险了，你还跟我谈什么手续？没有经过检验，我们怎么知道她是尿毒病人？是这位老太太自己告诉我的。对不起，我忘了自我介绍。我是赵建国。原来是赵主任，赶快把病人送到洗肾室准备洗肾。啊，这肾出来，宝贝，出来，出来。